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耶稣从山上下来，有许多群众跟随他。看，有一个赖病人前来叩拜耶稣说：“主，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耶稣就伸手抚摸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他的赖病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小心，不要对任何人说，但去叫细祭检验你，献上每色所规定的礼物，给他们当作证据。”上主的圣言。大家平安。在第八章一到十七节中，圣马窦记录了耶稣在他那个时代三个不同的社会弃儿身上所行的三个奇迹。一个麻风病人，一个外邦人和一个女人。那第一个是在马窦福音第八章一到四节，就是我刚刚所念的福音。那这福音是有关麻风病，这种病是一种传染病，其特征是会溶性皮肤溃疡、神经损伤和进行性虚弱。那在圣经时代，这个词不仅可以用来指今天已知的汉生病，还可以指任何类型的传染性皮肤病。这些皮肤感染导致一个人在礼仪上不洁，并被赶出人们的住所。麻风病人他必须撕裂衣服、光头，他必须捂住胡须大喊说：“不洁不洁净，不洁净。”就像在勒未记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记载说，在他患癫病的十日内，常是不洁的。他既是不洁的，就应独居，他的住处应在营外。在犹太人中，麻风病被认为是天主的诅咒，没有天主的干预是无法治愈的。那为了说明这一点，要看上以色列王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七节中的话语。他收到叙利亚王的一封信，请求他帮助他的麻风仆人拿阿曼。以色列的国王回答说：“难道我是天主，能使人死，使人活吗？这人竟然给我送这个人来，叫我医好他的麻风病。”由于麻风病可怕且无法治愈，
并且会导致个人与社会其他部分，包括对天主的朝拜之间的分离。因此，许多人认为马蜂病是人类罪恶状况的完美比喻。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马蜂病是人类最初堕落的典型果实，它让受害者处于最可怜的状态，就是拒绝、无数、绝望。被诅咒的马蜂病人就像一个堕落的人类，在遇到让一切都焕然一新的墨西亚之前，别无选择。当耶稣向马蜂病人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耶稣内的天主向所有罪的受害者伸出了援助之手。马蜂病人谦卑地来到主面前，他知道耶稣是主，而他自己是马蜂病人。他通过他的手势和他的请愿表明了这一点。首先看他的姿势，注意这个马蜂病人是如何来的。他来了倒在耶稣脚前，这是在上司或老板面前的一种朝拜和谦卑的姿态。其次看他的要求，注意他说的话，主啊，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他没有走到耶稣面前而开始提出要求，这个人承认他在一位至高无上的主的怜悯之下，他因耶稣脚前地上的尘土而呼喊。在这个请愿中，他承认了国王的主权，他可以对任何他愿意怜悯的人表现出怜悯以及国王为所欲为的能力。那对于马蜂病人来说，这是一种强大的信仰作证。这是罪人必须来到耶稣面前的方式，要谦虚承认没有其他得救的来源，而他的希望仅在于耶稣基督的怜悯。那耶稣的回应一定激起了躺在耶稣脚下无名病人的灵魂。耶稣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一边伸手摸了他，那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难道耶稣不知道他会染上这种病吗？这个病人被另一只人类的手触碰了多久？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并不害怕被传染，因为他所接触的一切都会变得完整。当其他人接触马蜂病人的时候，他们会得马蜂病，但耶稣基督接触马蜂病人的时候，马蜂病人就会痊愈。但是这张耶稣触摸马蜂病人的图片向我们展示了主的怜悯，他本来可以不触碰
就痊愈。他故意触碰这个人，以表达他对马蜂病人和罪人的爱。耶稣摸了马蜂病人后，他的马蜂病很快就痊愈了。然后耶稣叫那被洁净的马蜂病人去见西祭，那这必须向西祭证明有人可以治愈马蜂病。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来到耶稣面前，而接着告解谦卑的承认你的罪，并需要被洁净呢？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的触摸，听到他的声音说，我愿意，你洁净吧。不要怕来到耶稣面前，因为所有来找他的人都不会被赶出去。现在请你们和我一起祈祷。天上的父，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祝福，感谢你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你。谢谢你当你儿子来到世上时，他找到了最逃离的人，并恢复了他们的人心。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也恢复了我们的人心。请向我们展示生活中需要那种恩典的人，感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性分离。请给我们力量去寻找那些人，当我们努力学习你独生子的榜样，求你不断地指导我们。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保佑。